凯杰啊，凯杰又来了哦。哎，凯杰呢，这次呢要演奏的是《梦者颂》啊，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。那么凯杰同样的呢，我们在这个曲子上面呢，非常密集的花功夫的时间，实际上来讲大概看也是两三个礼拜啊。但他今天呢，非常勇敢啊，我们来一起来欣赏凯杰的表演。